大家好，我是姐媳妇儿。只要是蒸黏窝的呀，但是我没有吃过。这个蒸黏窝这个论道跟大锅差不多吧？那年一定把一小时捞一定去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一小时不用泡瘦肉肠了。哦，这个不用泡瘦肉肠了，就少泡料的素食肉肠。哦，比那个还省点力，是不是？啊，完了上那个一条刷那个肉什么的。嗯。啊啥了？干净的完凉的。啊，这些什么大好事，把它地上拉的，都把裤衩拉坏了。那这拉不拉的，整天我弄不下地。嗯，刷干净的，刷两会儿啊。煮个豇豆，一会儿往黏窝里面刷。把这灶用火取出来，行吧？这你觉得是你跟恁爹，你给俺家俺们把式啊？俺就是你姥姥跟俺姥姥娘可给我整黏窝的，俺整那黏窝，那不也没大。又不长大，长点豆，长点枣，这吃可好吃耶！口水还点着嘴，还黏糊糊的。我跟一顿饭说，一顿能吃八个黏糊。是啊，一顿吃八个黏糊。是啊，好吃。黏糊那个时候就是好的，是呗？不累。不过这个时候就是好的，跟我都没有吃过。我今天结账了。你说都叫我好吃哎！对，你看你说，比如说蒸面酱，你说这个双鱼酱吃这个，我这喝辣辣都流出来了。吃不了，上不了，吃吧，可好吃了，是呗？还蒸熟了呗啊？一下子就俩八十，就是吧？啊！你看这个面特黄哎！啊！蒸一大饼，饼上蒸上了。那个饼，我们大饼都是什么呀？就是两四片儿。到了吧娘？到了。哦，蜜枣豆窝，哈，嘿嘿嘿嘿嘿嘿。你看，豆窝是稀的，你看，糖也是稀的。哇，太好吃啊！嘿嘿嘿嘿嘿嘿。
行了，我站着看，等喝洗水。反正是，来，你搁脚搁脚。嗯。咱家里人多，运动多了，这人多，一家几个人是呗？是呗，一家上哪了？他那会儿有水，他那个豆上也有水，是呗？运动都洗了。来，那等。那整来呗。来。上面端着，嗯，这地方地上整吧，嗯，放上地上那多水贴好了，嗯，来，我端着。我去。什么大包皮啊？大包皮拉坏了，我说蒸年货弄不下去，年货我这。放在地上去。我这地上擦擦，我这都地上了。来，冰箱什么？放豆豆角儿去。到家了呗。那个老娘们在娘了，在这地儿后来娘盖了面粉一样的长啊长。人家蒸特别，人家给他再蒸不多多，人家都一个一个蒸，一个蒸这么长，人家说一蒸。咱们我蒸出来了。嗯。蒸了啥的是不是掉？这个爹那个样，我这个挺热的，我感觉。这表子不整，表给整的年年的估计出来了，这个现在都磨都是年年的。嗯。准备了？没了。好，我等了。嗯。你等了，谁打你？他说是倒不下，还得他不卖力，不得。再等一个。卖了，该一锅了，好，该出来啊，嗯。